You say it's hard to tell just what I'm thinking. You think it's hard to see behind my smile. I'll say whatever you want, let you walk in on my heart if you want to. You can ask me anything, no walls between us, ain't no mess. I'ma tell you all my secrets. You can ask me.
嘿嘿嘿，我又遇见你们了。旋转开两朵，一个红包。就搞这样啊。欸、好有趣哦，原来他是这样子的耶，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没错，他是戴帽子的耶，你看他是戴帽子这样开的耶，你看出来这上面有个叶子，有没有？那这里有个这样，然后这边开，嘿，好好玩哦，戴帽子，他每个都是戴帽子开的哦，水高追戴帽子越讨好玩好玩，城市土豹子。那拍到有蜜蜂还不容易耶，蜜蜂飞走了，没办法哈。好像都老了哈，没有年轻的。好了，意思意思就好了。嘿嘿，我们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这个没有勇气，不能来走这个路。这个你看，走出来了，已经大放光明了，但是还是迷雾森林。要下载轨迹，然后跟着路条走，丛林穿越。还没到，还没到，还有一小段。还会接那个，那叫什么？顶山石梯岭步道。好，继续走。哦，茫茫一片。哦，看到了吧？牛路了，一个洞一个洞，这是牛的脚印，积水。下雨刚好把牛的洞填满。哎，这个漂亮。那没有戴帽帽。没有一个洞一个洞，差点踩到牛洞里，哎呦，哎呦，这就是另外一种吗？到底有几种月桃啊？
嘿嘿，我终于出来了，不到2小时，不到2.2公里，终于出来了。出来是这里，这里是哪里呢？这里是黑森林之前。好，往黑森林前进，所以就是往顶山呢、啊。实际营在我们下面，我们是往现在往顶山走，Go。嘿嘿，记录一下，想不到我们今天还会来顶山。好，走。哦，这里还有马氏溪水源。马术溪水源，棍棍。好久没有来这里了。那个东西大纵走东段顶山黑森林柳山林，今天就来这里吃饭饭吧。迷雾山林吃饭饭，Go！哎呦！午餐时间。哦，我们刚刚从这里出来，牛牛路，这是杏林山前的草原，白墙一片，我们要去杏林山，Go，往杏林山前进。喂，好可爱哦！要过山洞，过山洞就是杏林山了嘛。诶，我们是该往那里走，还是往这里走？请问杏林山山脚点在哪里？Go。好啦，杏林山草原再见。我要穿过这个洞洞，就是杏林山了。然后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叫什么一半的路程，从杏林山要回去。瑞泉路，瑞泉古道，再走瑞什么？瑞泉溪畔古道回去。哎，这里有八角莲的，结果嘞！哦，晶莹剔透的绿。
哦，现在要穿出去那个杏林山三角点啦、啊。这里就是今天行程的一半。如果是一个四边形行程的话，那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两边形，杏林山802，台北市208号，第什么？地侧金干点，哎，4208，208号在这里，208。这是一家人的哟，有高个儿爸爸、爷爷、孙子，有透明的、白白的、黄黄的，还有黑黑的，哎呀，黑黑的，亲戚朋友，一个家族，家族屋，哎，还有小小的耶。哎，小小的，开心开心，我过来了。走产业道路多无聊啊！我过来走那个瑞泉溪畔古道了，溯溪来的。哦，好好玩哦！我刚在产业道路，溯溪来的，好好玩。来走瑞泉溪畔古道才有趣嘛！走产道有什么好玩的嘞？啊 ，Go！ 你看那边灯光美，气氛佳。原始森林多好，超大姑婆雨，好，走了，瑞泉西畔古道 Go， 是不是这个才好玩嘛？西畔西畔的古道 Go。西畔古道是不是很有趣？你看。溪那么大，哗啦啦，你们看到？这样才有趣嘛！既然有洗车机，就要来录一下了。这是没有什么路的路，没有人走的路。哦，这段比较好啊。好，洗车机又来了。哎呦，哎哎哎，是不是？是不是洗车机？没看见的哦。哎，好了，我们到了岔路了。这里有个滑坡，这里是我们来的路。有绳子下来，滑瀑下来有两条路，一条左边沿溪走，一条过溪了。过溪应该就是由产业道走到产业道路去了。你要走这边，还是要走这边？产业道路，西段古道，当然是走西段古道 ，Go。